过海呀？啊，过这边海嘛呀。你本来过上去，过上去那就嘛。你我那个那谁呢？哎呀，那今天小鱼他终于干活了，他打得麻不地黑的，怎么干活的？今天我们把这个外面这个搭个小棚子，搭个棚子啊，然后这里面以后要放水草机。走，盖好它。你过去吗？来拉点。喂，满脸不掉下来了，破啊！我这桶的好，或者够，虽然一不床就是跳个几个脸。没。好的吗？螃蟹，他翻墙了，螃蟹。慢点啊！来，这是带铁的，小弟子这个。螃蟹上我扶着。你带不带铁？哎，猫你！慢点。有。大概这框架已经印好了，把这个帆布盖上去。这个是以前他叫啥？啊，地妹龙怎么叫？妹夫啊，螃蟹妹夫开车，开货车，然后不要了，然后用一下，捡一盆，以后放个洗手机，烂的好多洞了，我在感觉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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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当时没考虑到这边要搭个小棚子，不然的话这块雨布啊，这帆布当时定的时候多定几米，直接一下盖过来。上午先弄到这，中午了螃蟹在做饭吃。好，这个肉好吃，今天炒了碗大蒜炒肉，还有点豆腐。这老二去喝酒去了，今天中午就回来吃饭。这一个肉，一个鸡蛋，什么蛋？螃蟹做的。我没吃这个肉。螃蟹。鸡小姐，好吃吗？这个肉有点变味，等了好久了，然后有点变味了，有点臭，但螃蟹爱吃。哎呀，不过做挺香的。我吃个大蒜，味道极好啊，是吧？味道是好，但是心理阴影。我老妈领我。我牛就问过我，我在那里口爆炸的。嗯，好吃啊！我也喜欢这种味道。没味道，其实，它心里，泥是这种问题吗？
是挺香的，但是冰箱拿出来就有点差，是不是？嗯。做的挺香的。要是我们看到的话，我肯定会吃。哎，但也是啊，光吃肉是吧？没有，你看，你这人牙了。我没有啥子。